好手望跳过来，一个人打不过，林呱呱的号开始出兵建筑了啊，出知识古树了，确实这样玩下去打不过了，要赶紧出兵，这没兵确实打不动。守望喝井水，喝井水。另外的话，这个三本基地，好修修修修修，二发了一个听客，可以啊。林呱呱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了，赶紧出二英雄出兵。哎，守望小心，守望小心，不要被秒了。这边的月亮井的话已经拆了一大半了，来，又是三级刀阵，残血的施救拉开来。这边井水并不是很多，要小心，守望很可能会被秒掉。好，大招继续放出来，跳到里面去继续喝，喝完之后跳过来继续刀阵。那另外一边坦克终于干掉了，哼，不容易。守望来跳过来继续追杀对方残血的单位，但山丘随时有锤，这一波的话勉强保住了这边的月亮井，哦，没有保住，还有两个坦克在拆。那这个主矿首先要有听可来守住，这边的话就不太好守了。哎，那这一局林呱呱打下去很危险啊，分矿的钱快踩完了，就这一个矿，但是对手还有将近5000块钱存款，林呱呱经济相差有点多。这两个坦克各你吼一壶了，这对手再爆点坦克，好，果然就打出坦克，你打不动。那林呱呱好像出山领巨人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先把这边的抗性皮肤、硬化皮肤全部升好。我要出山领巨人，山领巨人打坦克还是厉害的。好，人族还是要来拆你的三本基地。哎，这一波一个小精灵修不住了，守望赶紧过来，好，小精灵赶紧把对方的状态给爆一下不？守望回来了，来。哎呦，一个锤，锤一下你的听客，小精灵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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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对方的蓝给爆掉，但是升级是顶能无敌，爆不动他。听客听客要被秒掉，哎呦秒掉，这一波小精灵还要找机会爆一下不？守望，三级刀阵，跳走，那你跳走分矿可能就倒，这一波林呱呱好像很难受，怎么办？现在补这个月亮井有点来不及了。守望好，家里的话状态补满，继续过来守一守。一级的听可还有20多秒钟复活，三级刀阵，那一个英雄越来越打不动了，就看他升到十级的时候啊。守望升到十级会有三级的毒标，三级的刀阵，这样秒英雄还会比较快一点。完了，对手一个回合，守望就有点扛不住，小身板还是太脆。月亮井刚造好就被拆，好井水喝到一点哈，不容易。好，精灵龙来了一个，来跳过来，好，战争古树过来支援一下，守望三级刀阵。接下来继续去追不？啊，分矿保住了就行。哎呀，分矿保住就行啊！这个三本基地千万不能掉。听可复活成功，这边的话山里居然嘿还是没有出。林呱呱表示好像还可以守得住，是吧？没有逼到啊，不得已的情况不出什么兵。好，复仇之魂追杀一下对双残血的单位。人族现在还有4000块钱存款，靠，这真的多呀！来，坦克又来了，幸好听可这边啊准备了口袋工厂配合这边的一个大树。那接下来林呱呱怎么玩呢？守望的话，哎，好，守望洗点了啊，主升毒标要秒英雄了，主升毒标，这刀阵的话打他们英雄打得不痛不痒，那我还是吧，单点爆破，三级毒标秒英雄啊，主要升三级毒标了，可以。接下来你的英雄就没有那么好保了，守望，哎，先下手为强，上来一个三级毒标，大老师突然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哦，对手这个输出有点给力了，来，我又跳过来，那圣骑士随时奶住，必有又来一个，哎，这一波我就赌你的圣骑士，是吧？圣骑士你奶不了你自己，大法师你随时可以奶住，好，人族再发起了一波进攻，哎，这一波三本基地好像要倒，这一波林呱呱要不要出兵呢？不出的话是真的要被拆了。守望，现在圣骑士，哎，圣骑士顶无敌碰不动，听可一级即可被秒，坦克要开始拆了，三本基地好像要倒，好，林呱呱终于开始出山岭巨人了啊！山岭巨人不出不行，哦呦，差点英雄也被秒了，这一波林呱呱感觉要翻车了，好，想秒大法师，大法师，哦呦，二级圣光他又奶回来了，难受啊！一个锤，好，跳走，小精灵 biu biu biu， 赶紧把对方英雄蓝给爆掉，圣骑士没有蓝了。好，这是个关键，圣骑士没有蓝，后面的话可以秒一下英雄，三本基地，小精灵还在修，守望的话家里井水喝好啊，继续回到前线，来来来，继续回到前线守一波 ，biu 过来，倒阵一下，然后再毒标，完了，圣骑士他又补好了蓝，怎么办？大法师秒大法师秒大法师秒大法师，哎呦，二级圣光又奶回来了。
完了，林呱呱有点打不动了，三本基地要掉。好，三本基地终究还是没有守住，那两个山岭巨人来了，山岭巨人一攻一防，在这一波对手64人口，林呱呱只有44人口，三本基地也掉了。林呱呱现在就分矿，有一个基地好，一个基地还要爬过来，还要再踩一下这个矿，怎么办？现在一个英雄的输出啊，秒不动对方英雄啊，人族三流王，他可不是吹的，是吧？很厉害，名声在外。那这一波只能够抓圣骑士了，其他英雄打不动。圣骑士马上会有无敌，哎，能不能秒掉？能不能秒掉？三级坐标，阿比哟，这边大法师递了个 TP， 人族操作还是很细。那这一波的话，看看会不会被毒死啊？啊，有血瓶可以买。来吃个慢聊，哎哎哎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哦哟，人族抠了抠了，太抠了，他不舍得吃血瓶，直接毒死了。好，守望终于有一次秒掉英雄了啊！打了将近30多分钟，终于秒了一次英雄。那接下来秒英雄就舒服了呀，圣骑士不在，人族也是狠人啊，两个商店。好，守望守望，秒谁？阿碧秒山丘，可以，山丘锤你一下，跳走。山岭巨人嘲讽一下，吸引一下仇恨值，嘲讽一下，哎。好，再读一下山丘，然后跳走。听可也来了，这一波林呱呱开始秒英雄了。我走，我走，我再走走，我去喝井水。好，想追我很难啊，这三级闪现简直就像没有 CD 一样。来，生命之树分矿又爬到这个分矿，重新补给一下。山岭巨人开始拆对方的建筑了。那人族现在钱也花的差不多了，仅剩2000块钱了啊。这个矿也采完了，仅剩2000块钱，林呱呱还有700多。听课2级了，守望8级，马上到9级。好，三个山岭巨人战斗能力还是强的。这边两个坦克继续干大事，确实啊，这一级坦克干了很多事。守望再一次过来，来，我跳过来，啊哔，圣骑士买活了。圣骑士买活啊，就抓你圣骑士，圣骑士顶无敌，哎，你打不动我，那守望赶紧跳，山丘再来一个锤，可能就把你秒了。现在人族这个火力还是有点凶，山岭巨人秒掉一个，那守望现在怎么办？家里的话好靠听可来守，听可防坦克。这边两个山岭巨人，山丘锤一下，好，锤一下守望是不是可以进场了？哎呦，山丘还是很多蓝啊，还有个蓝牌，哇，山丘升到五级了，这山丘到五级。圣骑士又吃个血瓶，搞不动啊，这三流氓。林呱呱这一局是不是要没了？不过人族这一波也是花了很多钱啊，仅剩500块钱了。他出什么兵了？花了那么多钱？嗯，好，都是买药膏了啊。英雄的话，蓝瓶血瓶疯狂买。这边两个坦克想去拆，听可的话口袋工厂守一守啊。这个矿又重新运营起来了。嘿，林呱呱趁机踩点钱不容易，守望回去喝点井水。嗯，还有20多口月亮井，可以补给的问题暂时可以解决。那人族呢，全部英雄武装起来啊，该买的无敌买起来。哇，这蓝瓶买的是真的多呀。好，守望又来了，来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好，我赶紧跳走，锤完之后要不再继续进场。这边该买的道具被对方给买掉了，那守望现在去杀农民没有意义了，只能去消耗对手的英雄。但是有圣骑士在，再配合大法师的一个二级辉煌光环，圣骑士回来也非常怪，不太好秒啊。来，跳走，可以，圣骑士三级闪现非常灵活。完了，对手又要拆这个分矿了，林呱呱最后一个分矿要被拆，拆完之后是真的没有收入了。守望一个人还在吸引对方的火力，很灵活，但是你吸引不到多久啊，对手的话坦克又过去了。呦呦呦呦，锤，有没有锤？就等对方的锤，对方也迟迟不锤。好，守望的话跳到里面去喝点井水，那这个分矿还是被拆了。林呱呱400块钱存款，对手还有300多块钱存款。啊，这一局双方的话感觉要打得弹尽粮绝，小精灵自爆一下吧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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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守望啊，好，出了一点小路。那林呱呱400多块钱好像也出不了多少东西了。来，小路的话驱散一下水元素，四个小路还可以。这一波。两个人的话都没多少钱了，林呱呱的话基地全掉，山岭巨人，大哥身上也没有保存啊，要被干掉。好，现在林呱呱最关键是把对方的坦克给清理掉，坦克清理掉，拆建筑你拆了就没那么快了。这边小鹿通过自己的机动性跟对手耗一下。哦哟，山岭巨人又被追杀掉。那这边的话，暗夜精灵山岭巨人要没了。
对手的坦克还有两辆啊，这台坦克打掉还有一辆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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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掉，哎呀，人族大法师身上没有避难，我有一个锤。山丘又抓到你了。这一波的话，由于洗好了这个毒标，只能单独秒英雄。哎呦，很聪明啊，直接顶无敌，你搞不动我。哎呦，这个没有闪现出来被锤了，这个火力有点凶。我又赶紧跳走。啊，灵高只有92块钱了，暗夜精灵100多块钱，双方都没什么钱了。这一波暗夜精灵要反拆了不？啊，这里的建筑已经拆完了。主矿还有很多月亮井，这是最后的一个，林高高补了一个基地，重新补一个基地，还是想把那个分矿给踩掉。那人族呢？好，开始打野怪赚钱了。现在我们盘点一下双方的人口，人族还有60人口，哇，人族还有60人口啊，林呱呱只有26人口，关键这人族三流氓三个五级有点扎实啊。这秒英雄有圣骑士在就秒不动，哎呦，听歌在家，哎呦，很危险很危险。哇，对手直接过来了，那守望赶紧回来配合小鹿啊，小鹿的话驱散水元素。哎呦，这拆月亮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，月亮井拆完守望没有补给就没得玩了。来了，守望来毒谁呢？只能毒圣骑士啊，毒其他人毒不动。好，水元素经验值，哎，驱散驱散驱散。丁可的话赶紧喝井水，丁可喝井水走。这边小鹿的话是就打不了，骑士能打，但是我跑得快，好，大伙就直接交 TP 了。确实火力有点凶，打二十交 TP， 这人族打的也是很稳很稳。来，26人口守住了60人口的一个进攻，这双方打到现在还是不分胜负啊。人族现在还有200块钱存款，零呱呱92，这地图上还有野怪可以练吗？哎，好像也没有嘞，那连赚外快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咋办？哦，这边人族又憋了两辆坦克出来。好，幸好林呱呱抓到了啊！对手的话，坦克拆架是真的猛，来，小鹿围杀，好，围住一个，对，围住一个，所有火力把它打掉。但是人族这里又开始清理你的小精灵了，就怕你死灰复燃。那林呱呱里面补了一个生命之兽，看能不能保住啊？好，这个坦克干掉，接下来继续去追杀。好，双方开始了啊！人族说：“我还有2000块钱。”林呱呱说：“我还有30000块钱，可以。”两个人开始打嘴炮了，想击败对手的内心是吧？好，两个人的话都说自己很有钱很有钱，都想让对手屈服自己。来了，人族现在60人口，哇，这个进攻能力很强，守望，哎，九级了，有个二级刀阵，3级毒镖，现在生命之爱知识补助要被干掉。好，小鹿驱散驱散，水元素经验值这一波吹的不少啊，9级了。这一局的话守望应该能打到10级，我现在守望打了78000的伤害，哇，好，小鹿的话继续驱散对方的一个水元素，打冰是打不动的。守望呢现在怎么办，已经打到门口了啊，不打是不行了。好，想杀英雄，这边对手一心拆你的建筑，来，水元素驱散驱散，听可等级起来也很不错，守望毕竟天花板就在那了是吧，但是听可都还有成长的空间。好，守望跳进去，来，哎，这听可刚说完直接被秒了，那这一波要卖道具了，不卖道具这个英雄出不来。好，对手的话这里已经起点输出了，怎么办？又来一发刀阵，毒标一下不？井水好，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啊，现在天亮的时候还是省着点用。小鹿还有吗？好，还有3个小鹿可以跳过去，来，大法师大法师大法师，哎呦，圣光奶一口，大法师差点被秒。来，小鹿继续驱散一下，守望守望守望，哎呦，山丘再来一个锤就把你带走了， view 跳走了，哦呦，想去反杀，好，对手又来了，这边跳进去，好，喝井水，喝完井水又跳出来，这边小鹿要小心，这小鹿死一个就少一个了。来，又跳过来，哇，毒镖加上刀阵，来，一个骑士飘秒掉，升级是拿回来了。我这一波双方拼的都非常的惨烈，好，又跳进去喝井水，我再跳出来不？来，再跳过来。人族的话，大法师身上没有 TP 的，这大法师也是很硬啊，3个指环王。那人族这一波面对对方的无限补给，确实有点后继无力啊。但是他不怂，他还想继续来，他想对手差不多也是要是吧，差不多弹尽粮绝了。好，小鹿继续驱散水元素，来，哎，直接小秒波，哎呀，对方圣光奶回来，小鹿现在的话2个小鹿。守望守望守望，跳进去，哎呦呦呦，被锤了不？哎呦，差，哎呦呦，完了完了，哎呦，差一点，这要是死了是真没了，哇，很极限很极限啊！
幸好大法师怂了，六级大招一道直接飞走了。好，人族想远程去采矿不？林呱呱还有生命之树，可以生命之树偷偷再采点钱，只要采钱把自己的二英雄给复活。守望现在，天黑了，天黑了，终于又有井水可以恢复一下。好，人族多个农民啊，11个农民远程采矿，能采一块钱就采一块钱啊，11个农民采他100多块钱，贼舒服。好，这个坦克抓到了，抓到了，现在人族最后一辆坦克，来，坦克拆家那是真的强。守望跳过去卡位卡位，来，这一局这个守望打了多少啊？87000的伤害，哇，从来没有见过打到这么高伤害的一个守望。哇，水元素驱散一下不？坦克坦克，先把坦克秒掉。好，跳走，嘿，山丘不在啊，幸好山丘不在，这山丘在的话守望就危险了。人族远程采矿，生命之树，哦，看到对手要来了继续再藏起来，打不过呀。好，大法师6级非常的灵活，飞来飞去。那现在人族道具还是蛮多的，可以卖一波道具，甚至还能出坦克。好，卖了一波道具，换这个什么，换了一个鞋子啊。这边水元素过来侦查，看看这个嘞有没有什么新东西。好，没有。那林呱呱过来看一下这里没新东西。好，也没有。可以，两个人的话互相侦查一下，这个生命之树怎么办，要不要去采这个钱呢？啊，不用采，这里又卖了一点道具啊，憋了一点钱，把自己的英雄复活再说。人族44人口，这边守望抓到了，嘿，想采远程采矿啊，全给你弄了。这边大招一开，小复仇之魂一招，舒服啊，正面又有对战的一波能力了。我们的神圣林地正遭受，人族又开始拆你的月亮井了，哎呦，这想单传回来，可惜呀，被拆掉了这个月亮井。赶紧回来，这月亮井可是你的补给线啊，这月亮井拆了后面没有补给就难得大了。来，守望跳进来，呵，把我奶瓶给搞掉，我同意了吗？守望来，继续守望，继续打消耗。圣骑士很自觉啊，上来直接先顶无敌。听哥听哥要小心啊，听哥死一次的话这个复活起来很费钱的。好，小鹿在前面，在前面减速，呦，这里出了一个八血，哎呀，小鹿被秒掉一个，这一波能不能秒大法师？圣骑士的话，哎，看看圣骑士，哎呦，圣骑士又奶住了啊，3级圣光奶量还是很足，但是这边继续先秒大法师，很可能要被秒掉，圣骑士好，又奶回来了，哎呦，那这边要反秒一下9级的一个守望波，守望跳走，哎呦，很危险啊，这最后谁死英雄就没了。这一波守望拼了半天没有拼赢，来，井水喝完喝板了，好，继续来，只要一直跟对方打消耗，我守望就有机会秒对手的英雄。 Biu 毒标2级到阵，好，水元素干掉，山丘山丘，哎呦，3级的锤很凶很凶，一守望还敢过来闹吗？哦，跳走，很危险的哦，这锤下来可能就把你带走了。好，这个小鹿一个人吸引对手的火力，哎，小鹿跑跑跑跑跑，哎呀，大法师再来一下你就倒了。好，这一波林呱呱成功吸引对手的注意力，是吧，生命之树他又过来偷偷踩了，可以，这一波这能踩一块钱都是赚的。守望现在9.8级了，马上到10级，这后面基本上就是水元素的经验值。人族回家，哎，补一下补一下补一下，这圣骑士怎么补是个大的问题，避难一下吧，圣骑士不能奶自己，难受。好，守望一路追了过来，圣骑士要顶无敌了，哎呦，圣塔立功了啊，把对手给赶跑。好，这边把南巫给秒了，人族先躲在这补一补。对手说，哎，好，林呱呱开始了，你还有2000吗？我还有5000呢。林呱呱这一波林呱是真的有5000啊，他这在踩，哎呀，两个人也是嘴炮王者。好，守望现在再吸引一下山丘，哎，你锤我呀，你锤我呀，你锤我呀，山丘，哎，好，哇，他跳到后面了，山丘锤出来了，这一波守望出了一个霸区，哎呦，这小心哦，这秒了这真没了。好，守望很浪，那接下来有钱还是买个无敌吧。听哥的话比较老实，在家里守，这个分矿又踩起来了，林呱呱又400块钱了啊，不容易，可以。这一波对手没有做好侦查，林呱呱又把分矿给踩起来了。那9级守望继续去浪，已经打了95000的输出，这一局100000输出是必须有了。我这一局这玩的像是 RPG 一样啊。大法师的话刚才已经卖了一个指环是吧？
好，现在两个指环了。哦，这一步去看一眼，果然疯狂被他们给踩起来了。好，仁泽还是去看了一眼，被他发现了。那守望，哎呀呀，丢失了，丢失了。守望是讲隐身秒英雄的，完了，被发现了。哦，这里踩了多少钱啊？踩到400块钱，还是要拆掉。好，仁泽这波又可以开心了。嘿，你开关被我发现了。好，守望隐身，看能不能秒英雄啊！隐身跳过来，哎呦哎呦，对手手速是真的快呀！毒标一下，立马交无敌，水元素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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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掉。守望小心，守望小心，好跳走。那这一波疯狂还是被拆，但是林高娃有500多块钱存款了，可以，500多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。那要不要再开一个疯狂？要不再造一个在家里？守望9.9级，95000的输出。听可一直在家，哎，怎么破这个局呢？这个英雄秒不动啊，这要打10000年感觉啊！这一局，人走还有37人口啊，农民的话也死的差不多了，37人口，英雄，哎，这一波好，避难状态马上结束。那守望的话买了一个指环，让自己硬一点啊，买了一个无敌指环，硬一点，守望又来了。两个人一见面，哈，都是往后走。我瞅一出来了，哎呦，没有跳出来。山丘再来一个被动晕，有，哎，这被动晕的概率有点高。哇，又来一个被动晕不？嚯，再来一个就没了。哇，守望吓出一身冷汗啊！这对手这个输出有点猛。好，暗夜精灵再啊，人族再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矿。嘿，没有矿。好，开始了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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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族心想：你没钱，你赢不了。好，两个人又开始互相嘲讽了。哇，这一局也太有意思了。好，这边的话放了一口袋工厂，双方都开始啦啦啦啦啦啦，是吧，你不行了，没钱了。好，守望10级了，10级有秒英雄的能力了，有3级的毒标，3级的道阵，还有3级的闪现，有了啊。这一波升到10级是一个最后的质变啊，林高娃又开始了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两个人互相搞心态。那现在两个人都，哦，对手表示，哦 ，I know 是吧 ？U 表带，你啥也没有啦，你就一个英雄，你看你搞不搞动我？现在怎么办？你的建筑，林高娃一个英雄想秒对手也是很难。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。好，林高娃的话已经显示了没有基地，已经显示建筑了。对手呢还有两个基地。啊，这一波林高还有88块钱存款，对手还有31块钱存款，双方现在的话好像谁也拿对手没办法。林呱呱这边的话，月景只要天黑无限恢复，人族有大法师的2级辉煌光环，圣骑士无限恢复和各种奶，双方谁也拿对手没办法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这一集什么啊才会触动他们解决这场战斗呢？人族的话远程采矿。好，5-6个农民又去远程采矿了。那这一波林呱呱咋办呢？对手他也不主动进攻，是吧？你要说对手主动进攻出现一个失误，但对手呢他也不主动进攻。你守望在外面的话，打完一会儿就没弹药，就得回家补给。在家打的话，无限补给，对手不来。哎呀，这个局势确实很难打破啊，这个僵局。那人族的话也是在家龟缩了10000年，我就是不出去，你能拿我咋办？然后人族现在开始偷偷的远程采矿了，能采1块是1块，林呱呱也不动，双方就这样不动了吗？看看谁先憋不住。现在人族的话能忍，我远程采矿，林呱呱得找个机会去看一眼啊！你不看的话，这个局势确实很难够破这个僵局。好，人族远程采矿，哎，人族忍不住了，好，大部队开始了啊！3级大水源，大法师还有6级大招。掩护一下兄弟们采矿，林呱呱，哎，半天没动静了，林呱呱在思考人生啊。这边守望有毒球了，有毒球，有无敌单传。好，天黑了，井水恢复的差不多，这一波人族，哎，守护一下兄弟们采资源啊，水元素放好。林呱呱现在怎么办？这个矿被别人给抢到了啊，虽然是远程采矿，但是采矿权也被对手给拿到了。听哥现在2.8级，升3级的话还有一丢丢，人族守在这，守望啊，不出门吗？林呱呱心想，就希望对手进攻犯错，但是对手他不进攻啊，难受。
好，林呱呱开始嘴炮一下了，看看能不能通过语言激励对手来进攻，是吧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是吧？你拿我没办法，有种你来进攻。好，人总也开始嘚嘚嘚嘚嘚，是吧？你也搞不动我。好，守望跳进去，来杀农民不？哎，看一眼分矿没有。好，再过来一看，嘿，还是有东西啊！啊，哎呦，农民秒掉一个，两个，哎，丢！哦，人族趁你去杀我农民，直接进攻了。好，人族还是进攻了。只要人族有进攻，那林呱呱就有机会让对手犯错。好，水元素驱散，驱散，驱散。哎，这个位置卡住了，好，赶紧钻过去来喝井水。守望过来了，守望十级守望，三级到阵，听个听个，要被秒了不？听个井水一喝火，一瞬间就满了。好，还是拆一下你的商店，这一波施救能秒掉不？好，极限避难，这一波只要人族会进攻，林呱呱就有机会让对手犯错。来锤一下，守望被锤，山丘的话还想继续输出不？来又一发三级刀阵，哎，马上就没有弹药了啊，回去补给一下啊，补给完就跳过来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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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听哥又被秒了，听哥你是真的脆呀！好，三级的锤确实给力，这边，哎呦呦，听哥又守望差点被秒，哎呦，幸好菌血喝出来，没有喝着就没有了。这一波的话怎么办？要卖道具了吗？不卖道具英雄出不了，好，直接卖道具，卖完道具再复活英雄。来，一人面罩都没了啊，打到现在的话真的有点弹尽粮绝了。好，人族，哎，林呱呱勾引一下对手，对手还是来，只要对手进攻，林呱呱就有机会翻盘啊，因为他必须把战场拉到自己的主矿，像这边有井水恢复，那在外面打完全没机会啊，打一会儿就没弹药了。哎，小秒，哇，对手反应过来了，圣光奶回来，这边复仇之魂大输出，来驱散一下水元素，来又是一发三级刀阵，这个骑士又是极限避难，听个的话还有二十多秒复活，嘿，怎么这施救又来了啊？施救的话恢复的差不多，来驱散一下这个水元素，但现在经验值对你听对你守望来说没有意义了，你已经满了。哎，这波对手弄了一个陷阱，林呱呱英雄小心小心，哇，林呱呱这一波不退反进，直接想秒大法师想走，哇，一发刀阵完了，对手失误了，山丘秒掉，林呱呱开始了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哇，可以，这一波抓住机会秒了对手山丘，最关键是听哥好像也吃到了经验值啊，来 Water in Bar Hero，好，你开始了，你这个英霸的英雄哦，刚才还说人家种族搞笑，现在说英雄英霸了。好，这一波林呱呱抓到一个机会秒的一个英雄，也是自己卖了一个破绽，对手上当了。那接下来要一锅端，趁你病要你命，没想到对手是跑到分矿了啊，对手的补给线在分矿。好，那这一波的话，人族有没有钱复活自己的山丘啊？卖了一波道具，500多块钱，有机会复活啊。来，趁你没有复活的时候赶紧听课升到三级，听课升到三就不一样了，那人族看看500多块钱能不能买活英雄。这一波听课过来一看，哎呦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听课要不口袋工厂扔。好，大老师一看，哈，钱不够呀，还得继续卖，完了完了，这一卖可能就会卖出问题来了。好，大老师飞走，圣骑士无敌一顶，又卖了一波道具啊，600多块钱了，要不自己祭坛慢慢复活。好，林呱呱又开始了，啦啦啦啦啦啦，秒了你一个英雄，现在人族要各种卖道具，小鹿驱散水元素不？听哥是能吃到经验值的。好，这边两个英雄前后包夹你一下，看你往哪走。哇，这一波林呱呱故意卖个破绽秒个英雄啊，确实是很关键的地方。哎，人族他为什么不祭坛复活呢？你这等着也是等着呀。好，这边过来了，刀阵毒镖圣骑士完了，直接被听可晕了，无敌叫不出来。好，秒掉了圣骑士，那没有机会了，大法师也给你秒了，这一波一波端听可升到了四级来了，林呱呱又开始言语开始了。好，对手忍不了啊，这一波林呱呱一波端贼舒服，听可跟守望的配合确实完美啊，一个导弹是吧，一个毒镖刀阵，你技能都交不出来。那现在人族还有600多块钱啊，山丘估计是能复活，能买活。那山丘买活好像也搞不动啊，山丘一个人能干掉对手两个英雄吗？弄不动。
那林呱呱接下来的话，如果对手不主动退，那听哥可以把它拆掉啊。听哥的口袋工厂拆家能力还是可以的。哎，这边还差一点钱吗？没有买活，难道要把这十几二十块钱卖了再整这个英雄？好，已经开始拆祭坛了。哇，人族颓了呀。来，这两个农民就靠你这两个农民了。来，还是不是还差一点钱？赶紧把这两个身上的钱给扔到主基地去。好，守望，来，要去追杀对手的残血的农民不？来来来，这里多了几块钱，biu，多了二十块钱。好，多了二十块钱，应该能把英雄买活了。这要是不买活，就没机会了。这边有导弹，开始拆建筑了。好，守望一看，有没有祭坛？没有啊。好，有没有农民？哎，有农民。好，这个农民成功吸引注意力，但是对手还有一个农民。林高又开始，嘿，又杀到一个单位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好，这个农民就靠你了啊！要是再买不活，不够钱就真没了。可以，山丘要买活了。好，山丘买活。哎，要不再卖一部道具，把其他英雄给整出来？好难，这钱不够了。那五级山丘，躲塔下面。守望还是能硬秒掉你的，那没办法。山丘要不卖部道具吧，补一下状态，买点什么净化药水补一补。好，这边已经林呱呱已经慢慢磨建筑了，对手呢一个山丘好像也无能为力啊。这里我们加速一下，看看山丘有没有什么表现。你山丘不表现的话就没机会。山丘不动，好，在这里慢慢的恢复状态啊。来了，守望来了。哎，看到山丘了不？这个位置好像没看见。好，跳过来把农民干掉。哎，这里没有看见山丘，山丘藏起来了。好，山丘一看到对方血量有点少，山丘在布陷阱。哎，你以为我不在，我突然之间给你来一个锤。啊，林呱呱懂了，对方还有一个英雄。好，也出了一个霸血，这个小鹿跑来。哎，守望要单挑吗？哦，这边守望也故意卖个破绽，听可想过来晕他，山丘又躲里面去了。那林呱呱只要发现你有一个英雄，懂了。那接下来守望把你弄死，分分钟钟的事儿。回去补一下，马上过来。听可呢，继续拆这边的建筑。啊，山丘命不久矣，老山丘开始卖道具了。山丘把蓝牌给卖了，鞋子卖了，弓爪也卖了，全部卖掉500多块钱，但是没有祭坛了呀。516，不够钱的啊！刚才都600多才把山丘买出来，那这边的圣骑应该是不够。他想把圣骑买活，那大法师就别想了。一看钱不够啊，山丘说：“我已经是砸锅卖铁了，那没办法。”好，守望又追了过来，这一波山丘好像又被带走了。看见了，biu，一发刀阵毒镖，那山丘马上被秒。好，林呱呱又开始嘲讽了，biu，秒掉。副交技能平 A 把你 A 死。好，林呱呱把对手三英雄全部干掉。那人族现在是零人口了，没有农民，没有英雄。哎，对手打了一个 BB 啊，不打 GG 可以，我不服是吧。好，他说我去喝口茶是吧，你慢慢玩啊。林呱呱表示好，你去喝，你去慢慢喝。Have a good day 可以，祝你是吧今天美好的一天啊，估计是晚上睡不着了啊。 See bye see ya。 这波慢慢拆，对手的话好像难受啊，大好的局势三零王竟然被对手抓住一个破绽秒了个山丘，这山丘一倒局势完全就不一样了。那林呱呱表示你不服，那我就慢慢拆，分矿马上拆掉，主矿的话哈差不多也要拆掉了，拆得非常的快。听可单传过去来，回家补一下后面口袋工厂导弹轰。守望慢慢磨你的建筑。哇，这个人族有点输不起啊，难受是吧，大好的局势输了，哎，很不爽，不想退，让你慢慢拆。好，林呱呱的话，你去喝茶就喝吧，反正把你给拆出去。这一波听可有口袋工厂的情况下拆起来也是比较的快啊。来看看，先主矿拆完还是分矿拆完？哦，感觉还是主矿先拆完啊，这人多力量大。
黑波马上把对手给拆了出去，我们恭喜林呱呱打了一个多小时，不容易啊。好，并拆完了。好，我们恭喜林呱呱这一局的话确实把对手打得睡不着觉啊。